各位家人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今天又来到天空哥说水晶时间了哈。今天我们面前这一块水晶哈，是一块原原始始、原汁原味的从地底下哈被抛上来哈、挖上来的水晶。好，这个白水晶很漂亮哈，你看它的节理哈结构都非常完整。好，那后面的红土就是它原来的矿，好，被挖起来的土，好，包括一些石头，好，那它生长好在地底下，好，经过几亿年好的这个淬炼，好，被砥砺出来的这个晶型，好，水晶啊，白水晶它的主要的成分哦都是二氧化矽，跟玻璃啊，玻璃是同样的成分，都是二氧化矽，可是水晶比较特别，是它硬度跟玻璃比起来，它比较硬。它硬度有到六，硬度还到六，所以呢，你拿水晶啊去敲玻璃啊，是可以把玻璃敲破的哦，是可以把玻璃敲破。好，那这个它真的是一个原矿，原矿它整个把它拉起来，你看真的很漂亮。好，天空哥非常舍不得卖哦，那因为要把一些水晶哈，邀请给别人哈，让别人来做邀请，把它请回。所以呢，趁还没有被邀请走之前，我们来赶快做拍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水晶的原矿。好，你看这个底部哦，这个再把土拨开哦，整块就是一个原矿的水晶。好，那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晶啊。今天，这个原矿水晶哦，它有非常多的形式，这个也是原矿，原矿的水晶。好，那旁边这是晶洞，白水晶洞，这个是原矿的喜马拉雅山水晶。好，今天呢介绍原矿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